很显然，皮扬东嘎遗址早在史前时代，它已经具有这种使用三脚架作为吹气的一种传统习俗。这个跟我们很多游牧民族、游牧部落它的生活习俗是相互可以印证的。一个铜釜仿佛做吃火锅的样子，也让我们了解到当时喜马拉雅山脉西部。我们以前想象的这个地方是很荒凉的，比较落后的，和中央文明相差比较大的。但是现在这就是佟涛教授他的一系列的发现，让我们知道当时达到相当文明程度的一些人群在这里生活，而他们和内地和汉文化有一定的联系，这是让我们非常吃惊的。就是那些丝绸的发现，还包括可能是茶的那个遗迹的发现，另外还有一些玻璃器、珠子这些的发现呢，它又说明又和中亚地方又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